百若是有发现，我破坏伊计划，组织牵引甲草头啊，上一路在影响的人是我。伊的脾气甲作风，伊应该早找我算数，无可能拖到即摆才找我。所以这边应该是要找我问禁欲的代志。来啊！嗯，哎，兄弟，好，咱前夜迄地主好啊，你等下去看啊，爸一手个。哇，爸，你的心平安就好。我专工做这古早味的点心。无多啦，我只要来个陈家做主啊，我真自然就会想到较早一挂美好的记忆啊。就参照这碰饼啊，这是你阿妈迄当阵啊，拢喊我做点心吃啊。以后有机会，我哪会传承给你啊？爸来，爸，我就毋捌听过你讲过阿嬷的代志呢。啊，伊当阵啊，逐工啊，趁钱要穿件衫的，比较有忝的。哪有迄个时间去讲伊听？来，爸。来，来。姐，陈燕，啊，茶好未？来啊，来啊，来啊！你妈坐落来坐个只。啊，多谢大爷。来，陈燕。嗯，爸，反正又是你细汉时阵记得啊。哎，我是拄好啊，前几工无啥物重要代志，也无闲啊。啊，而且这碰饼嘛，算是咱陈家公营的代志之一啦。有机会我会传承给你，啊，你嘛会记，爱做好我的孙子啊。爸绝对无可能。单纯叫来吃碰饼啊！对哦，你即马应该是伫个公司上班，另外耽误你上久的时间啊！啊，有你等于派交代啊！等我一下。爸，你是不是有代志问我？我无发生什么代志，啊是你是咧讲张安进去情绪失控迄件代志？哎，咁真正有需要我出面来替恁瞧一条。恁两个啊，从细汉就做伙大汉啊，拢真了解对方啊。我相信静玉的情绪啊，你家己就应该处理啊真好。有啥物通问？哎，我是你去加小嘴。现在在确定啊，拍几公啊？爸，你这什么意思？永兴饭店上的八勾魂，谁寂寞肝胆为罗家帮去弄点掉呢？明仔就要开董事会啊！我本来就讲要用股东的身份，把永兴饭店董事长位置提落来。这是原本的计划啦。后来我去重新想过一遍，我决定要改一个方向。我决定要把股份让予你，由你出面，将永兴饭店董事长这位置提到手。